电费贵得吓死人，但是冷气不吹，热到想要揍人。高温屡创新高，直逼38度，热到爆，热到冻尾条。冷气越吹越头痛，皮肤越吹越干，电扇空气越吹越脏，风扇角度受限，怎么吹都不舒服。雾化器不够凉爽，还让地上弄得湿哒哒。这些零零总总功能缺一不可，买起来就要好几万，这该怎么办？创时代新发明，您享受过冷气的凉爽，但却是风扇的电费吗？对抗炎热夏天，您绝对必须拥有 Roya 微电脑强力风扇，全新双涡轮风扇设计，涡轮进气，集中加压，快速降温空间内温度，屏动式出口方向，清凉循环大空间，凉爽小世界，省钱省电好帮手，就是度广角摆头，双滤网设计让空气更加清新，因此今年夏天就只有 Roya 微电脑强力风扇，让您享受冷气的凉爽，但却只有风扇的电费哦。